这么小小视频一般也都五十几个人哎、欸，他们小个好小个上去有五十个人，没有没有，大概都不多。那时候直升的不多，是后来才比较多。你有他那时候直升还不多，然后可是呢，他们班上很多成绩很好的都直升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五十五个升上去三十个，哎，然后高一下，那高一的时候班上升三十个人，那会不会有考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你先听我讲。那我不晓得，因为他们到国三就把直升班并在一班。那个升学班就拨开了嘛，他们国三就重新分班了嘛，国三就分到直升班，直升班就并在一班，他们上的课就不一样啦。然后那个，所以他有好几个同学，他们从小复旦国一国二同班，国三直升又并到同一班，然后高中高一又同班嘛，高一直升一定是国三并在那班，高一就同班嘛，然后分组的时候。大家又读同一组，又不想，又刚好分，他们有分 A、B 班嘛，他们又分到 A 班，又都分到一班，所以他有好几个很好同学，就从小复旦一直到大复旦，就六年，所以他们感情很好，到现在。就像，我、靠！哇靠！哇靠！拍下来！有！哇靠！我真的要拿下来给你。有！等一下！我们先过这个好不好？我们先过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哇靠！而且我们这台车没事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后面那一排呢。啊，你会逆向啊？对啊。怎么会有逆向的车？等一下。来，我先过去好了。等一下，他不认识逆向。我们先表。他逆向。等他逆向，他逆向还有问题。等一下，我们有行车记录器。我们有行车记录器。哦，我直接拉到起来了。我刚刚走回。我刚刚看了一